要一起聚集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在绝望中赐下盼望，请现在邀请各位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，上帝要给你盼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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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大家把双手借给我。让我
Thank you.
神机的神，生命跟随你跳动，世界因为你而改变。我们需要你，圣灵如雨降临。圣灵，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爱转动，送爱心到乌干达募集义务的活动，透过各界充满爱心的社区朋友参与和帮忙，让我们经历了一次爱的奇迹，还能够胜有余的帮助这次莫兰蒂台风跟梅基台风灾情所带来的伤害，祈求天父施下怜悯及大大的恩典，在这些需要帮忙的家庭及兄弟姐妹身上，使他们的身心灵得到安慰及信心，来重建他们的家业。今日我们要透过侯牧师的口传讲，主，你的身体为我们受伤破裂，在今日我们要与同桌来吃饼拿杯纪念你。我们永不爱的大家庭已经成立关怀网，要来关心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求天父阿爸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来与你连结，让我们永不爱的大家庭成为他人十字路口上的亮光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一起来恭读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节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8节。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8节，我们会众一起来恭读，请。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遭损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稍微的信这话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别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。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时，直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好，以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今日传讲我们要请洪千惠牧师带来的讯息是与主同桌，我们将时间交给洪牧师。